哎，英哥，那咋呢，蓝胖子？哎，我想跟您讨论一个事儿，就我不是一直在这边身体不好，一直在这边住院看病吧？啊，那个上回说买保险那个？对，联系上了吗？跟您联系上了，联系上了，都咨询好了。然后现在是这样，就是 UPMC， 我一直在这边，然后包括没药看嘛。然后那个我就一直想回国嘛，想回国，然后。我这边的这个医生就跟我说那个国内9月7号说这个开放了这个叫外资的这个医院，然后说 UPMC 和梅奥都在上海建院了。嗯。然后说可能很快就要建起来。我不知道您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因为那个就是如果是让外资。我支不支持能影响上海招商。不是，但我是觉得你，因为我是觉得，就美国这套医疗体系不太好，就他在美国的这还能行。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它有好处，那不能说没有好处，这个事儿是有好处的。什么好处？但是说实话、就是，想花多钱的人，就看一样的病想花多钱的人，他是有去处的，这是有好处的。我就这个意思，那不就等于说变相的拉开贫富差距了吗？啊，那你如果你这默认。富人的默认啊，如果富人的默认就是啥呢，就一样的东西，我一样是这个病，我一样是治，但是我就愿意花多的钱去这儿治。那其实你就别说医疗了，是社会上当中哪个行业不是这样啊？买棉袄你不是棉袄，你买个库奇两万三万，那这不是一种体现吗？还是说你觉得这医疗一出现了以后，这种就比如说私人诊所也好，或者你所谓的这种更贵的这种地方一出现了以后，大家开始意识到了，哎，你这是有钱人去的，我是没钱人去的，哥们儿，这社会上本身就不缺这个东西啊。但我在想，他现在是试点，那几个城市试点，他、后面试点完了会不会全国性的铺开呢？那就是为什么要有试点？试点就是试反响用的。哦，试点就是试反响啊，我们试一下嘛。因为当一件事出来了以后，看好的看衰的两拨人，咱总归要意见征集嘛。那两拨人都有这个意见的时候，那肯定拿出来试一下吧。你不能说完了以后，你看你有你意见，不行就走这边，那肯定不是啊。你拿出来试一下吗？大家也，我这直播间也不是第一次有人呼吁了，对吧？啊，那我这，你比如说打心脏支架，现在国内的六七百块钱一个，我就想打20000多的，我想打德国的，你有钱，那你去呗，对吧？那你去嘛，你就让人做嘛，你这是好是好是坏，你自己看不就完了吗？耽误你下次犯心梗，打进口的更不容易排异，对吧？你这个也是一样啊。那有啥什么贫富差距这一说，哥们的他去那儿咋就牛逼了？在这之前没有吗？我回上海的时候体检的时候，医护给安排的，那看过直播不知道，那心肝脾肺肾眼鼻喉耳科，那医生不都站门口跟那等着吗？我知道现在有包括协和各大协和国际部啊，还有和睦家呀，但他们都是哥们儿。我们做个体检10000多，对，我知道合资的嘛，不是合资的，本地的，上海本地的前滩的。我去给你拍开直播没看吗？清场，屋里面一个患者没有，清场。完了各个科室门口一站好医生，我挨个科室走下去，2小时，我从头到尾就心肝脾胃肾连核磁共振我全做完。你认花钱就行吗？对吧？你这花钱就行吧？你不是享受到了吗？咱我说白了，这杯咱们不也装了吗？这有啥问题？哪不对啊？但是我现在就是我问了好多，他们都是说，就是主要其实不是医院本身的问题，主要是药。他是说国内这边就是走这个药品的这个新药的审批程序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因为我们要看很多，我们要看很多数据，包括临床有效率。我们的有效率跟别人有效率不是一个计算方式，而且那个像美国一期就可以开始给病人身上用了。对啊，咱们国内必须要三期结束。就问题就在这儿，美国很多理念性的药，包括理念性看病的这个治疗模式，就只要在提出理念后拿出来，这个理念成立，甚至连活体实验有很多都不走，对，直接拿人试药。我现在用的就是实验药嘛。但我说实话，你是不是那？你那时候跟我说都快不行了，你现在能活到现在，那是不是还行啊？说白了，抢救过来了吗？这不是不是还行？那好起来了，现在好起来了。当时是在 ICU 里，然后就
插着管，浑身都是管嘛。现在抢救过来，抢救过来，但现在我就是想想就想回国嘛。啊，我告诉你，比如你是一个在你这个治疗领域里面的成功案例，他救100个人，就你一个救活了，这个案例就能继续下去。一个都救不活，就是扩大。我签的时候，他就那上面就写了，就是他不知道对我身体有什么伤害，他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啊，不是，你也真敢签稿。就我们想这么抱这个活死马当活马医的事吧。对对对对，当然其实很多时候就这样想。那我说白了，你是一个成功复活的大体老师，我这个定义合不合理？啊，也算合理。你是个成功复活的美版大体老师。你就给自己捐了，你说来吧来吧来，翻活马医，医好了，哎，牛逼，哥们儿，医不好，我们要看临床实验有效率，你没有临床数据，这些东西不敢让上的。你搁这儿，你就我还是不是哥们儿，英哥在这边 FDA 也没认证啊。不，对呀、啊，你搁美国，而且你活了，同样的情况，你要放中国，你没活，你在美国其实你不活也没啥好说的，对，同意了，对吧？你要同样情况，你拿回国内，帖子仨月热搜。这么厉害吗？你仨月热搜，那我不禁要问，现在医疗实验都不经过活体实验，没有临床有效率的这个辅佐证据，就直接拿来给我们老百姓尝试了吗？难道我们是小白鼠吗？那么我不禁要问，难道草菅人命了吗？哥们儿，稿我都想好了，你要嘎了，那必然是这一套，不喷死你，不是指定仨月热搜。这边大批的都是这样实验嘛，那就结了呗，那就是国情不同啊。你算是掏上了，那掏不上的也。但是我说实话啊，这概率是不是有点高？你们记不记得我回来的时候，我回来之前的时候说，英嫂跟美国基本没朋友，一只手能数过来。英嫂有一个朋友，年纪轻轻的，孩子刚生完，肺部还是胰腺上八厘米阴影，记不记得人？有记得的吧？也是用了人家那边好像是不太常规的治疗方式，挺好的。所以其实英哥我一直挺好的。对，所以其实英哥我一直就好奇你这个就是你怎么去算这个？这个东西吧，它有点幸存者偏差。为啥呢？我知道的就你俩都活着呢。那实际上没有吗？那比如说我反过来说，老何，我干爹。对吧？包括你们同样一个项目里面，就是试验完了死了的，没留下的。那其实我感觉应该是没留下的多吧。但其实英哥，我现在去问大夫，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出院，我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就大夫到现在都不敢跟我说，我是好了还是没好。他给你治完了后面，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副作用。新药就是这样的，新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实验，包括现在就是其实在美国最有争议的就是这个激光打近视眼，其实这个技术很成熟，激光一打把近视眼就给你消了。不知道未来几年它有一个啥呢，有20年后隐藏风险，就是加速你的视网膜衰老和脱落，就什么视神经线有可能会因此受阻，在你身体机能下降的时候，它会比你其他身体机能下降的更快。当然这只是一个理念，但很多人他就介于这个他就不敢做。那这么说的话，美国这么成熟，打个激光打个近视眼都打的话，那谁戴眼镜啊？对吧？就有一些东西刚拿出来没人敢做。那就包括其实你看我们说到给脸上打的玻尿酸，现在哪个女的偶尔的打点吧，这缺点那补点，法令纹也好，你看看那个岁数大的那个你莹姐对吧，你香港那个谁女永兴，你看那脸打成啥样了，那都是早期先驱实验的。你现在你一问说啊能打成那样，不能，我们现在技术先进咋地，你真得等他老了以后才知道，对吧？你得等他老了以后，就现在你这个情况为啥医生不敢说你暂时活蹦乱跳了，对吧？那现在都不敢让我出院，结了呗，你万一后面啥呢？然后他现在，你现在给哪个小白鼠咣咣打针，是他患啥病？关键我感觉我有点被限制人身自由了。他现在就是说我签了那个协议，对，我必须要按照他的要求做定期复查什么，他才给我药，不然他这药就停了。哥们儿，你就是个会说话的小白鼠，我说这话有点难听。我也是这么感觉。你就是会说话。我现在这样说，我说我回国，你给我带几个月的药，他说不行，他不能放你走。对，他说不行，你每个月都要过来
抽血什么的，他说他要看我的那个结果，然后根据我的所有的结果去修改。不是，那你是不能离开美国还是不能离开医院啊？他现在就不让我出院。不能离开医院。他不是，他说你想走可以，后果自负。就让我签，您应该知道美国那一套嘛。对，钥匙肯定不给你的，免责声明签一套。哎，对对对。完了，美国律师来了，看看美国律师怎么说。大王他签的那个声明，除了对自己健康的一个就是交给医院以外，他不是不能离开美国，也不是不能离开医院，他是不能离开给他开这个药的主治医生和授权他开药和跟这个医院跟这个医生合作的这个药企的观察数据系统。他签的是这个卖身契，说白了，他签的是个业务，他是个合同。对，对，对对，这律师说的，就他的意思，他要交付自己在服用这个药过程当中，身体所有的机能、血液样本、尿常规、血常规的所有的。那我说白了，哥们儿，那你这不是成功的小白鼠，你这是活着大体老师吗？这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要求，比如说，他说现在这现阶段是每七天要抽一次血。然后我就必须抽，如果我不抽下周就停药，因为他就不敢给我用，怕出意外，这是他的原话。对啊，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有一个客户手上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况，然后他更可怕，他有一个血样的测试只能在早上九点之前做，所以他每两个周一定要在早上九点之前做，因为人类只有在那个点儿之前，那个数据才分泌，那个激素才分泌。你这个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跟他谈？没法谈是吧？可以谈，但是，就你谈的时候，因为你已经开始用了，所以活着，实际上他已经死了。有些人活在互联网上，他的肉身已经死在了医院。美国医疗，你值得拥有。你俩接着说你俩的，没事，我插广告啊。广告之后可以谈了，但是大哥，你现在去谈这个事儿，我委婉点说啊，你不是强势，你完全是勇于尝试。我不是，我跟他谈，因为我现在好转了，我自己就感觉好转很多。然后因为大头鹰当时，鹰老师，我当时把我照片什么都发给他了，在那就半死不活了已经。然后他现在问题就是，你认为的好转跟他认为这个药用在你身上还没有脱离长期观察期和数据采集期的好转，不是同样的好转。他认为我不是吓唬你，哥们儿，他之前就有过这个案例，就是啥呢？他用一种就是像仇恨转移的方式，原本你这个脏器就在承受这件事儿。他让另一个脏器过来补救他的同时，另一个脏器也要面临急速的衰竭，然后但是他确实能延缓你的生命，然后再想招怎么让这个脏器起来。他现在对他现在就是拼命的，就是每天抽好多血，就去看我的各种指标，然后我说不抽行不行，就他现在因为抽血我都扎不到了， PICC 也上了，输液也上了。可是大哥，你跟他签的合同里面就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除了他可以采集你的血样数据外，还有他说他用于合理的然后治疗的目的，采取之后对于你服药之后的整个身体状况还有健康状况，它可以根据你采集到的你的血样数据做出必要的保持你生命体征的调整和医疗措施。你签了这个，你如果转头就走或者就是其他的方式的话，真的你就基本上后果自负，没有多少争取的空间了。而且他现在就是说我那个主任，因为我那主任挺有名的，他那个在国际上也挺有名的，他跟我说他可以让我走，我也可以回国，但他说只要他们收不到血样，即使我到时候又复发了又严重了，我想回来再用，他就不会再让我进这个实验组了。哎呀，让我想起了疯狂麦克斯里面的一车女的。那这个没办法，英哥他签的合同我大概都知道是哪一类合同。他就是说让我进了一个，就是我这个病的罕见病，他有一个专门的小组，然后实验组，我就在那个实验组里，现在就是，然后我的所有医疗数据，所有的，就我没有隐私可言，对于他们。对啊，因为情况就是不是什么都没有隐私可言了呢？就是我所有东西他都可以 public， 他可以去写 essay， 可以去写所有东西，论文发表，然后拿我当例子去。快来疯回家。
就干嘛都可以。霸王他甚至可以这样，我跟你讲一下，他的合同里面应该会有一条，他的整个实验过程，包括他参与的手术，做成视频，可以作为医疗知识产权进行售卖，向医学院、向其他医院进行售卖。对，然后甚至就是不是铁子，那我这么说呢？现在你要整个媳妇儿，你生孩子，孩子都不能算你公。那个不是，但如果我去世了的话，他们有权利直接解剖啊，什么就该干嘛干嘛。你还不想让人解剖？人给你吃药没都没说别的，你还不想让人解剖？不是，啊、那我的意思就是他上面写的，我看那连遗体都不能运回国。那肯定的，你是研究成果啊，哥们儿，你是教材。你就是一个很，你就是一个尚未咽气的教材，我说不好听的。这个没什么好办法哈，跟他弄，因为我想的。我建议你就是唯一能谈的就是能不能让他把 WiFi 整快点，搬个电脑搁那打游戏吧，要不然你多没意思啊。我现在就是快憋疯了，你哎，美国医院。你实验期还有多久啊？你实验你还有几期啊？三年。三年之后他肯定到时候还这么签，你要跟我续签吗？你不续签你走了跟我没关系，你死不死跟我没关系啊。不一定不一定，大王他三年之后他本人没有问题，然后这个药呢在这三年之内获批了，他可以让家庭医生跟保险公司跟这个医院谈啊。这如果三年这药公开拿出来售了，要不售的话还在实验阶段，哥们儿那你就得续签。以实验失败的话他也得再来。他现在我问了一下，他说我现在每天你就烧高香赶紧祈祷，他说他现在属于通过检测上一期实验还没开始呢，他现在进行的我属于那个一期实验。那你啥意思哥们儿？要不你闲没事你绑个电脑你当切片号去，你实在没事干。我现在就是在医院里，主要问题美国医院他和咱那边还不一样，咱那边还能签着请假条啥的。我现在就是我能动了，他就出房间都不让。那有啥不正常的？啊，等会儿，厕所上厕所咋办啊？那美国都是单间啊，室内厕所在室内。对啊，都是大单间，条件很好。他这种情况，大王他的卫生间和他所有的洗浴都一定是在室内。对，各项你的体液样本都得在室内独采。然后我还有两个门，那个医生进来还得穿一次性的那种衣服啊，跟老生化危机是那种外面、就是啊、对，不没有那么夸张，是那种一次性黄色的那种，就跟塑料似的那种，就是隔离服嘛。没不是那种的，贼简单的那种，就黄色一只布。是大王无菌服。啊，对对对，无菌服。你这屋有是不是还有摄像头？摄像头没装，肯定有，只是没告诉你。那不能吧？美国这个我觉得不至于吧？你看拉倒吧，他肯定给你装摄像头。铁子，你老活体标本，不装摄像头？我看他上面没说要装摄像头。我仿佛此时我听你形容的，我感觉已经想象到了某天他们把最新的改良的药剂给你注射进去以后，此时此刻你被绑在病床上，你大脖梗子上手臂上青筋暴起，你俩按住痛、你眼瞅的快变成中国小说里面汉拔了啊，这边失控了，快快快摧毁实验品，你一听说要摧毁实验品，砰一下挣脱了胸前的绑带，你提着那医生刮上一回手掏光年长九八岁墙上，铁子你那个电影都已经想好了，你电影情节都给你想好了，你这个电影叫茅山道士之美国之旅。哎，那他这个合法是不？就合这边的法，你签了就合法。他这么要求，美国就这样的，你签了就合法。因为你跟对方合同上已经达成协议了，就是你已经做过自己意思表示同意了，而且他说根据我的经验，他说就因为我签了合同，所以药免费给我提供，检查也吓唬你啊，哥们儿，我给你提个醒，我不是吓唬你，嗯。当时我家那个小的德牧被撞的时候，不是紧急送到 Arcadia 的那个 Huntington 那个医院去了吗？送进去了以后跟我说啥呢？先交1000块钱交上了，然后一宿6000到8000美金，你要搁这给我留着搁这看才能救。完了，我们说那就拉倒吧，拿走吧。拿走的时候，他们也同样吓唬我们了。他说这个狗应该挺不过今天晚上，而且它很痛苦，我给你打针安乐死吧。我那狗到最后拿出来也没强行不让他打安乐死，他说你叫人挺不过今天晚上别说了，拿走挺过死家我认。那狗后来连治都没治，仨月之后活蹦乱跳，那腿都跟没撞过似的。
哥们儿，你这个情况你要走的话，咱说他要不告诉你的情况下，他给你打一针。但是我当时那个确实是快不行了呀，当时是，但你现在治好了，你现在想走，研究成果不翼而飞了。那现在成功案例想想，现在问题是我不知道到底好还是没好。不是，你现在是作为这种新兴药品项目实验里面，你是成功的案例。现在成功案例救活的小白鼠想走，你的研究价值还没整完呢。如果怀疑你是想上国内，然后通过检查身体成分以窃取他们的技术这个水平的这技术成果，他给你来一针啥，他说我不得消除你我们这个活性有益菌在你身体里面的这个成分，他光给你来一针，完等你回国内以后一个个八月慢慢你就嘎了，难道不合理吗？没，但是我现在就比如说他给我打什么或者做什么治疗我都可以拒绝。是啊，话都那么说，等你真要从医院离开的时候那另外一副嘴脸了。是吗？会这样吗？像你看过行尸走肉吗？不是，那是电影。但是我知道你看过没有？看过，肯定看过。你现在像不像主角异形等人进入了一个新的山顶营寨，到我们这吃的也有啥也有啊，没有任何要求，来了以后都可以，大家都可以享受这些资源。他指定有点事儿。要不我给你发个月度任务。啥月度任务？每天来打卡一下。啥时候没了我们也知道。行行行。你这好歹手机还是给你的嘛是吧？我就是其实就是自由的，我想玩 iPad 想干嘛都可以。四个狗屁油，你出门我看看呼吸。就不能出房间，就不能出房间。你窗户能开窗户吗？美国都不能，酒店也不能啊，美国窗户都不让开啊。你滚边打，美国哪酒店不让开窗户，你说你开不了就得了。完了那个能抽烟吗？那肯定不行，禁烟。那我说白了，哥们儿，你住多少年了？他的协议里面对他人身自由和擅自停药的限制条款和医院的免责条款可能写的比他命还长。啊，对，几十一百多页，170多页。差不多。我压根就没看过那。我没别的事。我没别的问的哥们儿，假如你有对象的话，我对象想过来陪我住两天可不可能？可以，也可以探视。不探陪我住两天。啊，那住不行，晚上9点就得走。那说白，我现在还没孩子，我想要孩子要不了呗，还是在专家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要。要不了，太悲催了，哥们儿，晚上是要关灯吗？不可以，他关灯，但是他不可以要孩子。屋外面是不是有个大窗户？是不是一走一过谁都能看看你，哥们儿？不，我是有两个门，我要怎么才能偷摸惩罚一下我自己？他是这样子的，大王，这为什么不能要孩子？根据他试的那个药品的种类和治疗项目来决定他能不能使用，某些部位都是有限制的。我连惩罚自己都做不到了。太不人性了，我说白了。太不人性了。关键当时就是你也没别的办法，当时就是救命嘛。对，现在。然后签了。这是暴富，这是不是就是经典的给辣酱涂小猫屁股上？他自己舔完了以后，哎呀妈，都可以涂那儿，我能舔着，我舔完了，现在你看好多了，命总归来讲是回来了，哥们儿，你的命跟没了其实没啥区别，现在来说，没啥区别，只是你还活在互联网上。那暴富是不是现在就是说我想干嘛其实是可以干的，只是说我要承担就。你要承担，你那100多页有没有仔细读吧？这第一个，你要承担所有你自己做出的任何离开医院或终止治疗的决定的代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有权在你离开的时候对你现在做什么，就是他认为能解释的清楚的必要的合理的医疗措施或者诊疗方案，他可以对你实施。比如他可以对我实施，比如给你来一针安乐。我真不像、啊、这个倒不行，他得销毁他的医疗成果，至少让你身体里面自动代谢出去。
要不你有一个方案，就是你得了比现在这个重的多的多的多的病，那没有机会啊，他天天那么个抽血法，有一点问题他都立马就解决啊。对，就是由于他这个，由于他的这款药品或者他的诊疗方案，导致你得了更重更严重的病，甚至影响到你身体的零件，你必须转科。那你在转科的情况下，新的那个专科医生可以帮你换，帮你停掉这个项目。不行啊，鲍富姐，那个我之前去 ICU， 他都是跟着我的。我现在去，我转了好几个科室了，那一群大夫都跟着我呀。他已经给印上撮了。个扣个章专属的，那个包富姐，我给英哥发过那个照片，还有那些资料啥的。就是我在 ICU 也好，在干嘛也好，都是一群，就那群人就一直跟着我。那就说明从他的判断上来讲，或者是让不让拍抖音呢，哥们儿？啊，你那让不让拍抖音呢？里面让不让拍摄啊？让拍，就我其实就当网红啊，当网红。我不太那个，冲着天花板。英哥，你应该能看我最后一条抖音，就是我20年就是确诊这个病开始，我就没再发过了嘛，就不太想。啊，你这样一睁眼，这是我在医院的第137天啊，还是不能出去。门口每一个医生都挂着他们职业的假笑，这是我手上的针孔，他们光光拿我做测试。昨天晚上又抽了三罐血，这是我的厕所唯一有隐私的地方。啊，那这样知道了，让他们知道了，闹大了的话会有麻烦吧，是不是？你还挺他妈善解人意，还怕让他们知道，我真服。不是，我是怕他停药，我现在主要就害怕。啊，还怕人家停药，哥们儿，你现在跟那老瘾君子有什么区别啊？那不是怕死，就那个吗？行，你当网红行，哥们儿，你就不记录一下你的生活？说白了。我们都是以摄像机的视角看过美国做人类改造的这个视频，从来没有以患者的视角去了解过这事。你是一个新的视角，我感觉你具备爆火的潜质。反正他现在待遇都挺好，就之前不还跟您聊过护工吗？他现在护工都给我配齐了，就俩护工，早晚一人12个小时，就跟你床边待着。不是，他在外面就是。嗯，有两个门嘛，他在外面那个门，我一摁铃他就进来啊。然后我现在就包括一日三餐都是他们配的。那个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你去看一下你的合同，应该跟你讲的你的实验过程和你的就诊过程不能通过视频或音频的形式网。有保密协议也写了。对。就是我怕你治着停不停药是一回事儿，他又把你给告了，就边把你当被告，边把你当被害。我说实话，就以我的理解，我这种生活我不是不能接受，但至少得给我个409人电脑。我真不是整活。不，英哥，我要求了，他不给，他给我弄了个 PS5。啊，PS5 不联网的。啊，玩上黑悟空了吗？那玩不上，那没有，他只有就那些游戏，就英语的那些，没有汉化的。黑悟空有英文界面，你都不知道，你多可怜。不是，下不了。他不是他，你下不了，他是用游戏盘的，他们那边没有黑悟空的游戏盘。哎呀，慢点慢点，英哥。他拿个 PS5， 他都玩不了黑悟空，没有网。我得插盘玩，就那个游戏卡嘛，游戏盘。我要给你买一个盘，寄进去能寄进去吗？你寄给我朋友，我朋友拿进来可以。那你让你朋友给你买个盘吧，黑悟空挺好玩的，哥们。那我让我朋友买，哪儿买啊？问题是在这边，Steam 上面能买，你让他给你下载好存 U 盘里头，太难了，他太难了，兄弟，你咋整，哥们？你不行，你开直播，让开直播吧。我没试过，但我现在就什么都不敢，我害怕。你都不知道，英哥，我稍微大点声说话，那俩护士俩警察就冲进来了。然后包括我心跳超过140也冲进来，
惩罚自己还得控制心跳。惩罚自己的时候冷静冷静冷静，嗯，不错。这他妈这日子过的，我这不是我想劝劝你，我想安慰安慰你，哥们儿，不是你这日子过的太他妈过分了，真的太过分了。我寻思等等过两天，我给您视频给您看看现在情况。你现在吃啥？天天吃啥喝啥呀？就吃他配的营养餐，基本上就是土豆、鸡蛋、培根。面包、牛奶、全麦面包、吐司啊，就这些，土豆、鸡蛋、培根、牛奶，不牛奶而且牛排啥的，盐和油的不行，是不让碰盐，然后甜的都不行。那你跟他说狗不吃盐都不行啊。然后您应该知道，给你打唯一的稍微有点盐的一个东西叫 chicken noodle soup， 给你打营养素。中文叫什么？如果你摄入不够，就给你打营养素。鸡肉面条汤啊，对，反正就那是很难喝，没盐。但是它那里面有 cheese 有咸味儿，对。哎呀，我操！不是不是，大王，他如果身体里面缺任何一个营养，包括盐分，给你打针，给你输进去。那缺钾、缺锌都直接打。嗯。那吃药一般都是吃药。哎呀，我这个哥们儿，这哥们儿现在过的有一个方案，但是完全是赌。我刚刚问了一下我同事。妈，感谢三竹的碧空飞机啊！就是你跑吧。你跑找另外一个跟他同级别的医院，然后让那个医院他签了这个东西，他敢跑的话，我跟你说白了，他都不亚于一个佛伯勒的同级的。不是，我知道大王，嗯，但是有一个方案，你寻找其他的医院和医生，证明这个医院的医生给你用药和用药的过程当中有违规违法的行为，这是第一个。如果你有确凿的，第二个，证明你现在的症状。是由于你现在的症状没有好，是由于他们用药。我可以给您看，他让我加了那个，就是一个协会，还有一个联盟。我自己 Google 了一下，我也百度了一下，就是包括这个咱们国内是美国大体老师联盟吧，就很牛。然后咱们国内现在治我这个病再用的鸡尾酒疗法，也是根据他们这个协会出的这个指南，就等于说基本上看我这个病最权威的专家都在那个协会里面。我现在找不到。你这个病是罕见病还是？罕见病。从某些角度上来讲，哥们儿，你也为医学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你的牺牲是值得。他给不给你开工资啊？没，这怎么可能开工资啊？说白，你天天拿我研究，你天天动我肉体，你一分逼不给啊？那也免费给你吃药了呀。治病。我能吃多少钱呢？我出去刷碗一天还150呢。那我现在医疗费他全免了。你说哪儿说的，那个。哎呦我的妈，你该走保险走吧，该交钱交钱，那我正常我就出去刷碗我一天挣150呢。那不行，如果你走保险他不能用。之前那个客户就是他的药大概一天的药大概5000美金左右。啊，挣的150多余提了。一天的药大概5000美金左右。铁子，如果我是想说，如果你发生了什么新的病，新得的病，我已经发生了，我那个上消化道急性出血、吐血什么的，就很多了已经。他都给你治了，就都给你都给你治了啊！做手术啊！这非常像小说里面全美最顶尖的医生，全都给你这医院里面。那 UPMC 本身就是全美顶尖的医院，全世界也很出名。你这玩意儿，我说白了，你这绝对，你要不行，你授权给我，你够出书的了。我在 UPMC 那几年，你都够出书的了，哥们儿，打开了我们国内小说的一个新的市场。那你不行，闲着没事写写书呢？我给你找点事儿消磨时光。你不行，写写书呢？人呢？被抓起来了，哥们儿，他们进来了。他们现在把你摁在病床上了，光光捂你嘴是吧？两个大盖帽捂你嘴，医生这边镇定剂直接关大腿了，完了，完了呀！哥们人呢？小胖子，放开他！哎 ，motherfucker, son of bitch, let him go！ 能不能听见吧 ？fucking nigger！ 有没有完了，
完了，让人抓起来了。完了。嗯，大王，我倒是有一个，就之前有一个比较成功处理。啊，来了来了，咋的了？没有，刚才护士进来换药。换药，你下来干啥呀？我怕有声音。你活得太卑微了，哥们儿！你活得太卑微了，你居然连麦怕有声音。坏消息，罕见病；好消息，罕见病给你给用你的名字命名，可以名垂青史。哥们儿，现在你这病会不会有一种药以你的名字命名啊？还是以科学家名啊？那个不可能的，他但是我这个案例现在是已经被公开了，这是我知道的。他引掉了我的名字，其他的所有信息、年龄啊什么的，而且我就是我这个主任，他还联系了北京协和医院，就是国内的那些专家，因为他说我是亚洲人士，他们那边的信息不足，然后还调，还找我要我。就是我父母的那个血液样本，然后他们还去就协和医院采的血嘛，当时，然后采了血之后，那边检测把检测结果再传给他们的。护士好看吗？那都是大妈。假设说，我只是说假设，你跟医院方提，你说我这也是吧？我正常人对吧？我这不，他说了可以冷冻精子，不是，我不是要动那玩意儿，我不行，我是要那玩意儿动，不是不行。你如根据你试的药的种类，你能不能用某些零件都是有要求的。这日子过不了了，你俩唠，我去拉个粑粑，我拉粑粑，这日子过不了了，没法过，我说。那现在就没什么好办法哈。可能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在医院里面熬着，然后熬到你这一期实验结束，然后看能不能换家庭医生，换保险公司跟他谈。嗯，我本人说联系大使馆，人大使馆说你这个我们不能处理，他说我们可以协调让你出院。这个问题主要是你自己跟人家主动自愿签的合同。不是，大使馆说我是因为身体原因，他说我想出院，人家也没限制我人身自由，他说就是这是要人家按照合同规章制度，人不给你就是不给你。嗯，帮，就是 I hope I can do more for you。 嗯，那只能认。嗯，就除非哈，就是当然你很难做到，就是有一种情况，你现在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导致你某个零件不换了，然后出去配型了，然后呢你把所有自己的诊疗授权给负责帮你配和换的那个大夫，那家医院，然后要求那家医院，请求这家医院停止这个实验。不是啊，我想停止，他跟我说了我随时可以停止啊。然后这个情况下先申请停止，再要求那边帮你治疗换某个部位的那个手术过程当中，让那边医院给你协调你继续用药的事情。不，包副姐您没明白，他现在的意思就是他没有限制我人身自由，他没有做任何过分的事情，就我想干嘛都可以，我想走也可以，然后呢就是唯一就是说我只要就是走了不按他要求定期检查这那的，就药没有，然后呢如果我再复发了我也不可能进去，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三年以后我还符不符合继续在实验组能继续用这个药也不确定。我听懂你的意思，是你没太听懂我的意思，就是你想的是离开的过程当中自由的离开并且继续用药，你就只能让其他的医疗机构介入，而且让其他的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合作，在其他地方治，在可以让你自由的地方治，但同时让他们去帮你申请继续用这个药。但问题是我签的不是和医院签的，我是和那个叫他们叫什么制药公司，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我是和他们公司签的，就是莫尔似的，对，药企。
就跟拜耳似的，是跟他们签的。我知道。然后现在我现在就包括梅奥我也看过，就是他说就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个药是人家药企的，他们任何一家医院没有办法给。嗯，那没办法了，那这个就真的没办法了。反正我之前的一个就是客户也是跟你类似的，但是我是药企的律师。哦，您是药企的律师。哦，不好意思。但是最后我们没抗争过人家，是因为他真的需要对肺进行那个，然后那边的医生跟那边的保险公司跟这边继续要这个药，然后把所有的。那我也抢救了好多次了，我大小手术都做了十几二十次了，就什么。你没听懂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要想继续用这个药，继续在这个用这个东西，然后又自由的情况下，一定得是你的身体出现了这现在这个团队处理不了的问题，要把你所有的事情转到另外一个医院，另外一个能负责而且够分量的医生手里，由他和保险公司去帮你处理你在那边诊疗但同时又申请继续用这个药的事情，他们跟药企，他们跟现在这个项目负责人沟通。那怎么才能达到那种效果呢？我这个我8月21号我联系英哥的时候，我那时候都快不行了，然后他们给我拉到 ICU 里，我插着管，我昏迷了七天，然后他们抢救我，等我醒了还是老样子呀。嗯，你如果非要问我理智的行为，我建议你配合治疗，就留在这个项目配合治疗，然后等你的现在这个周期诊疗周期到期的时候，然后看这个项目有没有获批，或者三期临床有没有过，如果有过的话你还有跟他协商的余地。但我快熬不住了，你想想我20年10月份到现在这都四年了，一点希望没看见啊。而且我感觉我身体问题越来越多，我最开始就是那个罕见病，我现在胃也不行，肠子也不行，就很肾也不行，肝也不行了，我就怕再这么弄下去我就还能不能回国了。你这个问题确实我现在没有直接的一个解决方案能够告诉你，但是我觉得我刚刚已经暗示的很明确了。咱俩私下说。嗯、我关注你。不是私不私下说的事情，私下我也不能够直接跟你教你什么，因为你也不是我委托人，但是我已经跟你暗示的非常明确了。啊。懂了，那我现在直接走，哥们儿，哎，你找个切片号，要这段切片，你再好好听听，我都听明白暴富啥意思了。嗯，明白吗？嗯嗯。你找个，你要跟你现在这个医疗团队和药企抗衡，一定要找一个同级别，而且基本上能证明。他们不要说他们现在诊疗方案措施有多大问题，而是证明你的其他问题只能由另外一个团队来搞定，然后呢把你这个人先弄出去，弄出去之后就是你获得自由。第二，他们要保障他们给你诊疗，就是把你转出去的那个团队给你诊疗过程当中要保障你的身体健康或维持生命，由你转出去的那个团队的大夫和保险公司帮你向这个药企继续申请用药。嗯，懂了吗？我还要说的更清楚吗？你私底下去问去吧，哥们儿。行行啊，你私底下问吧。好嘞，这已经说的再最明显不过了。麻烦了，麻烦了。去吧去吧，加油吧！希望有生之年你能玩上黑悟空，最好玩。啊，我上次来看看您玩着呢。最好玩，又不能说最好玩，最好玩啊！啊，行行，加油，麻烦了，心再放开点吧。你要实在不行的话，申请个海外直播权限，要不直播，要不拍拍作品，是吧？省着无聊。因为我跟你讲，当网红了以后，你天天更新东西了以后，你就有事儿干了。
没我主要给你评论呢，咋的的？谁推荐？我主要受不了，我二零年发的那最后一条就有很多恶评什么的，我然后我就直接再没发过了。哎呀，看那玩意儿干啥？驴马多了去了，对吧？驴马多了去了，你讲话咱53级账号还不是谁都能刷出来的呢？你管那干啥？你就播你自己东西，而且你这个东西没得选啊，哥们儿，那命不要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嘛。我也这么想的，所以20年撑到现在了呀。是啊，那所以说你不行，你就当你听我的，你没事，你不用怕恶评啊，帖子。那刷评论区的事儿，我讲话了，但凡我海螺家人入住，我不刷死他。哼，他但凡敢逼他一句，那讲话下面跃跃欲试的看2年直播，总觉得自己嘴皮挺溜的，不得光光跟人对线啊。也给他们个场地去实践一下子自己这个怼人能力有没有上升。你不行你就直播吧。我跟你讲，步入互联网了以后，尤其开始拍点作品呢也好啥也好，真的有事干，一吊能吊你一天。哎呦，我家里说了好多次，然后就因为之前是我自己家里掏钱嘛，嗯，然后我家里就说你拍拍，然后弄弄，然后也能就是挣点嘛，然后我就是还是没弄，我就直接彻底就你别想那个没用的了，你挣点，先别想那没用的了，就不行就拍点作品，大家也了解了解，对吧？就只要不涉及到人家给你治疗的这个细节，人家想保留隐私的东西，你也跟他们开诚布公聊，我太无聊了，对吧？我想尝试做一个 TikToker， 我想做个 YouTuber， 是吧？完了你更新嘛，你试试嘛。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一个非常好处，就是啥呢？只要你当了博主了，你的时间过得特别快。一天一天的可快了。完甚至有那小那个中年妇女粉啊那种的小头像照开没人照的啊。小哥干，你生活怎么样嘛，真心疼你咋地，那时候感觉可有成就感了。没事啊。行。你看看你不行。就当主播吧，你要想当的话，你回头连我告我啊，我给你做点基础流量啥的。哎呀，不，我还是不太想做。对吧？哎呀，你自己，你现在，我说实话啊，你现在还没觉得无聊。等真有一天，我跟你讲，这东西像啥？像大坝，你知道那个水大坝吗？它一个缝都不开的时候，固若金汤。它从开一个缝以后，将会直接倾盆而下。你等有一天你想走出这房间的时候，你会咋的都不对，呼吸也不对，啥不好，那个每分每秒都如眠，明白吧？你肯定会有的，就跟蹲监狱一样。很多人刚进监狱甚至半年都不觉得还行，这是挺正常的，作息挺正常的，不觉得咋的。等有一天你突然想出去的时候，告诉你还剩俩月就放你，他甚至会有人会因此而越狱，一分钟他都待不了，明白吧？嗯，所以你自己好好想想啊。我主要我二百开正现在长得各方面浑身插管子也没法弄。咱真说你要有一天说他宣布好了药已经上市了，完了你这边结束治疗了，哥们回国也不用考虑如何融入社会啊，不用考虑上啥班啊，直接当博主，那不爽歪歪吗？多想想嘛，你说呢？是吧？你就多合一合一，要做你告诉我吧。行，手把手教啊。对，我就是线粒体疾病全称，而且是线粒体疾病比较罕见的一种，全称叫原发性骨骼肌线粒体功能障碍。听都没听过，确实够稀有的了，是吧？啊，行，麻烦啊。嗯，行，拜拜，英哥。看开点啊，心态上有变化的时候，感觉自己生不如死的时候，记得过来说。我有好招。什么好招？你屋看似是个无菌的屋，对吧？嗯。洗手盆下到那眼儿，其实贼埋的。没有，哥，没有洗手盆。不是，他有洗手盆，他是那根管直接连着墙就进去了，没有下面那个，就是这个口流水的口进去啊啊！你把这手指头伸这个口里头去。啊，他贼埋的，反正细菌啥乱七八糟的。我现在已经有很多细菌了 ，MERSA 那些我都、哦、那不都有体内，但是在你体内的，在体外的这个细菌，你整手上、给海螺揪下来，照脖子的一圈给它抹上，没两天你就起小菜花了。哪有海螺呢？我去哪儿整海螺？
你海螺子。哦哦哦哦，不好意思，长小菜花，长上小菜花，他搁这就不行，这活我们治不了了，只能持续给他供药，挪到别的地方去挣点铁子。一手金蝉脱壳，王八听雷。嗯，哎，总好过搁里面出不来嘛，尝试一下呗，不行就剁了，反正留着没用啊。我知道了。但了大不起不要了，反正也没用。哪个拿一个本身就不用的东西，有什么问题？这是你唯一有可能接触到外界病原的病毒的方式了。